淡江高级中学，吕崇镇董事长，季文豪总会长，柯志贤校长，敬董事、校友、教师代表，向李前总统登徽校友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。前总统登徽校友及家属致意。代替李前总统登徽校友家属，将花束放置遗像前。李晨，你来啊，就要确定我李登徽这世人啊，今仔日啊是最后的一次啊！大家啊，拜托拜托啦！台湾啊，要交予恁咯！祝你大家平安。台湾平安。鞠躬。
李前总统当官校友及家属致意。代替李前总统当官校友家属将花束放置遗像前。